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红尘解说三国杀。本期我们看一盘蜀国古战视频。我是一号位，装两个装备过，开南门过。好的啊，这边南蛮也是激情开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一盘主视角 ID 是江东英杰啊，就是传说中的蜀地英杰大神啊，就是现在跟我一起解说视频的这个人，你懂的。好的，我们有请英杰大神解说走起啊。那个第一轮开南蛮之后，没有蜀国亮，没有那个魏国亮将。好，就是二号位开了五谷。哎，英杰大神怎么不讲了？我们看看这二号位直接是装个连珠弃个杀啊，直接过了。看看这三号位啊，直接是挂两个装备，然后啊，他也是弃个杀什么的啊。四号位装了装备，开了一代牢过。好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解说视频要学会说废话。我们看一下这边对家也是直接装两个装备，弃个节奏，这就过了啊。看一下这个六号位。直接是装个鱼神，装个无六剑，然后拆了一下三号位，拆出一个小诸葛，这也要过了。啊，这个英杰大神去哪儿呢？他都去哪儿呢？这明，七号位什么都没做，装个装备直接过。八号位也是装个装备，弃杀过。到我之后直接弃了三张杀。好的，看一下我们的下家，直接是怒气两张闪什么的，看小诸葛的回合他会做什么事儿啊？小诸葛亮了黄眼睛，就是没杀，之后开始砸场子，杀，无懈。然后他准备干什么？比如说把我们头角打死两下。他铁锁连环连了三号位和二号位和七号位六号位，二号位和六号位，顺了我的加一码，看了一眼六号位，燃烧吧，看后之后火攻，之后七少出来，被翻面，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打出来一个僵尸，绝不会倒下。四号位决斗僵尸，四号位是跟着决斗啊，怒打着僵尸的人。我们看看这五号位，尼玛是直接啊，顺这四号位啊，不错啊。小诸葛表示开玩笑，这能让你顺啊？直接是啊，打个无懈啊。好的，瞄准一下节奏不对，也是直接怒偷两个蜀国啊，不错不错。这个四号位表现的太明蜀了，我当时以为是群、啊，以为群在装蜀。你这个黑不动啊，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他是蜀国，我靠，这也太假了，不要想太多，等他妈是吧？这个想多了这就不好玩啊。之后弃了乐不思蜀过，因为这个。僵尸嘛，他只中了兵了，我那个开乐出乐也没什么意思。顺手牵引，杀！这边是怒砸的周泰，周泰表示你敢砸我，我火灾就敢死，然后他就死了。其实这个周泰死亡是那个因为手牌没有而那个就是与那个不屈就是有一定时间延迟嘛，他点的有问题啊。就是他是没牌点快了啊，听不懂啊。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大九杀，直接怒带着小之后不错八卦国产的，今当稳固内政，弃牌弃出来一个二张，无中生有，万箭齐发，闪，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方卦，斩九杀，你可识得此阵？你的牌太多了。好，这个九杀诸葛，八卦判红。
八号位按着。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是直接出来了啊，尼玛是直接关心啊，然后这边是直接怒砸起来，不错啊，想带飞个人啊，但是我们表示啊，先给这二张远交一发，但是我们上边毫不做作，直接坑我们一下，那我们表示是吧，我果断杀你暗将啊。这个自从我那个四上给诸葛那个，因为那个云辽济公就是被诬陷了嘛，他就开始喷我了。你这黑不动的。那个主要是我有那个凤雏嘛，本来我想就是四上就是全部讨伐嘛，被我就坑了。好的，这边强开一个南蛮，那我表示是吧不虚，但是这小诸葛还有这魏延啊都被坑死了，好吧，直接怒送队友走啊，这都可以有啊。哎，这个话说我们刚才不给这月英送锦囊，这一黑都黑不动啊。其实那个，所以这个也是疯狂的喷我们，这个李总的啊。其实那个锦囊真的不是关心的，锦囊是那个我上官的啊，不是，是我虚报的。锦囊虚报的，远交虚报。这个虽然是你虚报的，但是这个月英不知道，他以为是你啊，这个不给他关的，所以他果断也是直接啊，怒喷一发什么的。这个你也要能理解，是吧？这个哎，黑不动啊。哎，无中生有，九杀。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也是关心走起啊，这个接着走起看一下，也是搞一个关心先搞一个桃子啊，是吧？然后对的，厉害，还是红尘大厉害。你怎么不要对手？就是、不明觉厉要靠，你为什么非要出杀啊？肯定就是杀八号位嘛，他之前那个诬陷我的那个云辽济公啊，那就出杀吧，好吧？如果是我可能就搞一个顺手顺他的牌这样子。顺的话，要是顺来那个垃圾牌，还不如杀一刀呢。那好吧，那这个打法不一样。嗯、好的，然后这边这个甘霖也是老背着这辽神打，当然他也没法是我们打，因为我没牌拆，我靠，听不懂啊。其实我刚刚关心给那个二张送那个顺手，就是让他自己招仇恨嘛。啊，你是啊，对。好的，我们顺手给这个二张，就让二张招仇恨，他就是肯定要顺别人。好的，我们也是直接啊，这个杀一刀，然后开个万箭啊，甭管这些了，直接进行走起啊，爱谁谁啊，让他翻这二张啊，是吧？他能不翻这二张吗？开玩笑啊，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他会怎么打啊，黑布。然后庞神呢，给自己补血，然后毛都不干了。庞神补血。这个辽臣也是接着偷这二张啊，可以有啊。这个马老板开始发工资。好的，这边也是直接出来一个群雄啊，这个大爱先弄死一个群雄，敢不敢？这个马老板亮的有点早，好，这也是坑死自己的节奏啊。既然他们敢出来，我们是直接坑死他啊，直接出一张杀，带不飞啊，那肯定是带不飞的节奏。无中生有，别动。这披上怒力线。那庞神表示怒带这披哨飞，然后这披哨那肯定就死了啊，这个也是直接 pass 掉了，反正回不来嘛，这也没有什么活的价值。话说刚才披哨和这二张也是打的一溜，折你轻松。我等杀伯。现在就是开始蜀吴联合打群。我们接着刷牌啊，然后这边也是搞一张杀，直接，哎，搞起一个南蛮，我勒个去，南蛮为毛不开？我靠，好吧，怕打到这二张，切入，画个闪电也是不错的，直接劈死这老头啊，还是很有节奏的。下回合争取再关两个草花啊，那是不是就更加不错了？嗯，好的，就在这一波啊。我
啊，一个都没有，也没有判定牌。其实都，那我们也是搞一个裸奔吧，直接火攻杀啊，砸上去这样子。杀。话说你要流血干嘛？我靠，推不动啊。武器呢是包产练的，啊，这个这次我是应该是失误了，那个第四章应该就是直接拉下就好了。啊，对对，第四章，对对，这个是失误。好的，我们也是关两个草花，敢不敢？有没有这荣誉情况？两个草花再加一个闪电判定牌，哎，赢了吗？啊，闪电没有了，马上顺手就没了。啊，那就只能赌其他的了啊。怎么着啊？就是凭真本事。逆天难。哎，搞两个结果给他连上再说啊，是吧？伤一敌啊，你不连几百啊？过牌找关键牌。啊，要是我可能直接连出去了，这个一波给他弄死啊。这个强调大场面、大激情、大高潮。哎，主要是那个，蜀国和吴国都没有爆发嘛，就是连上这个可能性太，就是太小了，连上。好的，哎，这个桃子也要刷过来啊，可以有，啊，把这桃吃了，这边也是再刷，然后拆了这陈甲出杀吃桃过，这个桃也不要留着啊，你留着保这二张嘛，我靠，推不动，推不动啊。对啊，必须保二张啊。这个留着桃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麻烦，有些麻烦。接招吧。好的，二张也是自己能活，看到没有，推不动啊。他啊，这个不要老是发给我 QQ 邮箱啊，就是谁在给我 QQ 邮箱发这个发录像，我直接啊就屏蔽啊。看一下，我们也是强行啊顺起来啊，然后这边也是开裂无中啊，然后也是冰一发，然后吃个桃啊，这就过了啊。尼玛也是再憋个桃给这二张啊。现在就是打老头节奏，就是留桃子嘛，肯定就是让二张给我打工了。这次居然没有远交进攻，居然没有杀，过了那么多牌，真的是很遗憾。看一下这个二张，能不能一波把这庞神给弄死，开光、杀光、抢光，弄死，不都很狠？然后他，你看到没有？二张也是掉过头来，直接开始拆我们。这个，二张呢？这是直剑，直剑弄点成七袭了。啊，然后他这边疯狂的弃牌啊！这个二张真是神人呐、啊！我靠，打得太高明了，膜拜膜拜。二张也被队友鄙视了。不对，我们还是要捞他一发。虽然我们膜拜他，但是还是要捞他一发，可以吗？然后这边是直接没收了三千刀啊，强人的技能啊，跟踪。观今夜天下，知天下大事。吕布断杀，开了桃园。然后我们也是直接出杀，杀这庞神，然后庞神跟这二杀这二张啊。这都是不错的，二张杀绿吕布啊，对吧？大家轮着啊，这个挨个杀自己小尖儿，这都是可以有的。这个按照节奏来嘛，是吧？但是为什么不集火呢？我靠，推不动啊！这个二张要掰了，我操！那我们憋一些桃啊，稍微保一下他，让他们接着给我们打工啊。知天意，哎，弄一决斗啊，弄一杀，直接弄死这庞神，我就问你敢不敢？你应该先出杀的，你应该先出杀骗他一个桃这样的。你要出杀的话，他可能觉得这个可能你没有别的进攻牌。你要是决斗的话，他估摸着你可能还是杀的，可能就不怎么怎么着了。过河拆桥无懈可击。啊，直接砸上去。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之后吕布收了二张，之后就开始进单挑。连起来。然后我们跟着吕布单挑，那就比较容易了，是吧？这个根本就不需要玩虐啊，随便虐。天意，逆天难。好的，换张牌啊，换出一个错牌，这个也是对的啊，含掉他的鱼神啊。
个鱼神非常麻烦，找机会弄掉，其他的都还好，都不需要。随便杀啊，就是桃子做到蛋里了，随便吃起来，随便虐死他。这个火攻也可以拉长，这个吃个桃啊，把这杀气了得了啊。其实可以考虑把闪气了，因为吕布两发啊，因为我们还是顶不过的。这个杀和闪这会儿都没什么太多的作用了。人挡杀神，我挡杀。好的，我们也是怒吃两个桃啊，然后连弄掉他的这个鱼神，别问你敢不敢啊。这个无懈可以，也可以换掉，也可以稍微留一下啊。可怜其宝。好的，这边是把这万箭给砸出去了。啊，我们为了保这个，为了空城，也是直接啊把这万箭给当这个丈八开出去了。然后这边关心也是一杀啊，一个顺手把这个啊这个鱼神弄过来，然后这边是砸上去了。好的啊，这边是给自己存这神装啊，不错不错。乐不思蜀，知天意，逆天难。我们也是接着关心，然后这边是过差啊，阴凉啊，都搞起，不怕。然后我们也是该乐这就乐上，看一下现在这种节奏的话，我们派也是接着关心走起啊，根本别虚他，直接弄死他。好的，随便几刀把这刀弄过来。好的，你看到没有啊？这个鱼神什么的，哎，随便，这个防御神防御，然后这个乐我们都不用啊，憋着。然后这边也是接着再来，好的，哎，是过 N 多牌，然后强行刷起来一个大九杀，这就砸死他啊，这个，然后贴个乐，我就问你敢不敢？好的，这边没有杀啊，但是我们有一个丈八，这个兵虚的啊。好的，这边也是一个九拍啊，砸上去，好的，然后给他贴个兵啊，不错不错，看一下这边这个吕布也是直接啊，这个桃就这么招了。我们的话也是接着啊，你玛大关心走起来，然后这边是九杀，然后。但是关不了这个判定的机器，但是我们表示是吧，关不了判定那也无所谓啊，直接待会儿逮到机会啊，把他这个八卦给没收掉，这个都是可以有的，随便拆啊，根本不虚啊。这空城简直是神防御啊，我们看一下，接着再关心，哎呀是吧，这个桃子什么的也可以存一下，也可以有，你决斗了失败的话就吃桃啊，成功的话啊，那就把桃留着呗是吧，还能怎么着。好的，然后吕布也是接着起来，我们的话也是接着在关心，这个鱼神的神防御这个都不动弹，然后这八卦肯定没收啊，这不能让他留，然后我们也是是吧出杀打一刀，然后这个八卦可以补装啊，这个留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吕布啊，也是接着在这儿摸牌起牌，你说他还能干什么？怎么都干不了。我们看一下，我们也是接着在关心，哎，接着在出杀啊，是吧？这个装备该顶就要顶掉啊，这个这么着啊，根本不怕。当然这个现在也没必要是吧？这个空城什么的，这个留着也无所谓。我们看着这吕布也是接着在起杀啊，看到没有？原一个鱼神在，这个防御简直是牛到一滴啊！好的，我们也是接着在火攻，也是啊，把他弄死得了。然后这边也是该砸一刀啊，这就砸一刀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啊。这边的话，这个吕布表示啊，这就强开这吴中，然后这边这个顺手也是想顺走我们的鱼神吗？开玩笑，哪能啊？他表示他根本不虚这鱼神，但是是吧？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节奏肯定是稳赢的节奏啊，这还有什么可紧说的？直接八倍速看完了。好的啊，这个差不多这盘视频这就解说完了，马上就要说感谢台词了啊。好的，那本期视频这就放在这儿啊，谢谢大家收看啊。